AD， 今天介绍一台在日本非常红，但在台湾很少见的国青罪恶王冠。首先看一下机台基本规格，是的，你没看错，设定只有四组而已，而且只要设定二就超过101%，所以除了本身是很红的动漫之外，高趴数也是在日本红的原因之一。在台湾如果是闭店的话就值得一试，但开牌的时候会让你不要不要的，因为纯真只有 1.4。 那这台还是值得去试打一下啦，至少它的音乐跟特效真的很不错。主角叫宫英满吉，是一个17岁的少男，当他遇到女主角之后，他的人生从此改变了。他得到王的能力，那这能力就是从右手去抽取他人身上的力量转换成武器。我在想啊，如果抽取在我身上，他的武器是不是变成一台薄青机台呢？不得而知啊。那武器又分成不同等级，最强为 SSS 级，那获得后就可以抽取大量的 bonus 库存。那场景一共有五种，只有埃及跟花园为前兆场景，其他三个场景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哦，好，那很好，一开始就进入这个模式，这个模式就是 Void Chance， 这位是主角，这模式就是用他的右手去抽取武器是否成功。那这模式通常有十局的机会区间，那在这机会区间，只要抽取到特殊小翼，就有几率获得 ART。那这里出现一些特别的动漫啊、动画啊，就是有机会抽选小翼。那最后还是最后一转啊，这一转有1/8的机会会当选 ART。所以这一转最为关键，来，好，好，很好，这样就是没有开。哎呦，现在进入了对决。哦，居然成功了，哇，今天蛮顺利的 ，bonus 确定哦。居然是王冠 bonus， 哈哈，约1/2的机会啦，306枚的 big bonus。好了 ，bonus 共有三种啊，王冠 bonus、红漆 bonus、蓝漆 bonus。在 bonus 的消化过程中，抓到蓝漆即可获得 ART 确定。哦，这红色的高期待，哦，很好 ，ARB 确定，哇，今天真的蛮顺的，阿布啊，我出文啊，哇哇啊，又来，我靠，这次这么爽还抱女人，这应该是最高期待了，哦，不是红漆也是黑吧。哇，金色的库存，那就是这表。等一下我会进入抽选库存的模式。这场猛了，这场猛了。其实我在玩这一台的过程中啊，我一直觉得它的音乐跟它的动画都蛮好看的，所以大家如果对这台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它的动漫哦。打台也不一定是为了输钱或赢钱啊，有时候看看动漫，听听音乐也是一种享受。好啦，那进去抽选啊，都有 stage 1、2、3啊，我抽到 stage 1啊，
看今天可不可以让大家看到所有的一二三，甚至是最高模式。那现在进来啊，因为我刚才抽到黄金的库存啊，所以现在必进入那个抽取模式。好，开始进来了，库存模式。哇哇，一开始就抽到一只了。哇，这个是 danger 啊！假设没抓到侵占就结束。哇，才抽到一只，妈呀！好啦，现在就进入 ART 模式啊，这现在是最低阶的 Stage 1，那共有三阶，那今天看看有没有办法介绍给大家全部看到，残一局啊。那因为我还有库存啊，所以等一下是一定成功啊，就看抽取到什么武器。哎呀，可惜！好了，最后一局生影生死了。成功是一定成功，哇 ！S 级武器 ，S 五级 S 级武器确认会模式三以上，给大家看一下哦。紫色是最高模式，紫色啊，好啦，这也不错 ，Stage 三。在对战期间呢、啊，也是有几率突入库存抽取模式。这样就是进去了，那看看这次可以抽到多少只。哇，有女生都是会抽中的机会比较高。哦，一只啊。哇，两只啊。哇，没抽中。哦，三只，四只，五只，六只。其实抽中太多只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几只了，至少二十只有。蒙了，蒙了，蒙了。啊，好，终于结束了。我不知道几只啊，当然，但是大约有二十几只是跑不掉的。Last， 这是一定会进的、啊，因为我还有库存二十几只，我都不知道几只。好，那这次会进入哦 ，Stage 二。让大家看看这个角色，这是跟 Stage 3不太一样的角色，拿着苹果出来的角色哦。好啦，那残两局了。好啦，接下来就看到我中了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再来第六次、第七次、第八次、第九次，
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中了几次。哦，直接抽取到 bonus。好了 ，bonus 确定了。突破，好，突破啊！那就 stage 三，再次进入 stage 三对决喽。好了，对决了。库存加一，哦哦，彩色的。哇，又是黄金 stack， 这是大事件了，又积了。哇，这是大事件了。好，这游戏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episode bonus。那这个故事是琉璃，大家看一下故事跟听一下音乐哦。那如果有人懂故事的话，可以分享一下，谢谢。故事共有八个，哦，共鸣、浮想、发声、再诞、琉璃、追想、告白与祈祷。那各故事各有不同的意思啊。那最好就是冻结再诞，好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各故事的意义吧。其实这游戏的冻结就是再诞 ，CBB 确定，再加上三个 set ART。那故事看完了，现在已经到了2000多美了，2600多美。哦，又直接开牌，哎，蛮好玩的呢。又是 big bonus。枚数来到了2942枚。这是冻结吗？这是再诞啊！这是本游戏最高的模式。这为 CBB 确定，加上三个 set ART 等等，会抽选到 SSS 级武器。我今天真的回不了家了。啊，让大家欣赏一下这最终结局的故事，就是王冠 bonus。大丈夫だよ。俺を信じろよ。次はお前だ。来いよ。
好啦，看到 SS 级的武器啦，然后进入最高模式了。我又抽选到很多的库存，在这里就不播放了，反正都是故画面都一样。好了，五千枚了，这台毕业了，我也快累毙了。终于玩到第72 set， 现在已经半夜两点了，不再年轻了。来去吃个我最爱的稀饭就回家睡觉，真的累啊！吃饭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如果我做吃播主的话，各位也会支持吗？谢谢各位观看哦。